摇一摇，听到没有？这就是金钱的声音啊！对，乐高联合 Super Mario 推出了新的抢钱玩具，和任天堂一起。哎呀，真的是，你说这个东西让人怎么办呢？你说你不买吧，你真的不行啊。你说你买吧，哎呦，明明知道这是一个让我上当受骗的坑啊，但是还是会踩，对不对啊？这个东西出来也有一小段时间了，如果你没有买的话，就可以看我玩一下。很早之前看过它的 trailer， 看着好像挺神奇的，就拼完以后有好多玩法，但是看不太明白，不知道具体它是怎么操作的。哦，对了，不止这个，它是一个 starter course， 就是它是一个怎么说基础包，因为它除此之外还出了大概十几款扩展包啊，要脸吧。你首先要买一个基础包，然后你才可以去选购一些扩展包，跟它组合起来一起玩。我现在只买了两个，还算理智，对不对？今天呢，我们就来玩一下这三个玩具，我们现在就拆开吧。里面一二三四五，一共六包东西，如果拆开以后少一个的话，也就全剧终了。这里有一本说明书，第一页啊，这简单了，最著名的马里欧。哦，还有这个，这是一个马达吧，电机啊，这是马里欧。好的，它前面有一个小小的屏幕，然后后面有一个开关按钮，还有一个蓝牙的按钮。Hi, it's me, Mario. It's me, Mario. 这里要注意一下，要把马里奥的后背用螺丝刀取下来，放入两节七号电池。套装里面呢是没有附赠电池的。Lego Mario time. Lego Mario time. 好了好了，现在开始就要下载一个 app 了。See you later. See you later. 乐高超级马里奥 connected. Let's go.哦哦，胸口就会有一个金币啦，哎，挺可爱的。好啦，锵锵，那我们来试一下。哦，小橘子升起来了。这个是 start， 然后这个就是终点 go， 中间就是一个这个怪，很简单啊。哇，我的 app 里面也显示出来，我得了一个 coin。天哪，我怎么现在都这么说话了，好烦。哦，我下面你看我的 app 就是自动解锁了，当当当当当都亮了，原来都是灰色的。哦，全部都解锁了，那我就把它一鼓作气全部拼掉吧。马里奥站上去，它就会飞到天上，晃一晃能吃就好了。库巴 Junior， 这里面没有提供现成的图纸，但是当你组合完了以后，你可以通过添加一个创作，把你的作品拍一下，也算一种收集嘛。那我现在就先按照我的想法组合一下。锵锵锵，我拼完了，来，让我们来 play play 啦。 Lego Mario time， 起点，跳，岩浆不能踩哦。那我假设我到云上了好了，然后我就飞到终点，哈哈哈，不能这样，然后这个云就会把我再送回来。不要忘了，我还有两个扩展包，可以扩充一下我的这个关卡。啊，这个怎么直接就掉出来了？Plant power slide， 我也可以背。哦，这好滑！这个扩展包就是这样的一个关卡，玩一下吧。哦，这个放上来了，哎，哦，这个好难啊！哎呀，啊哈！我决定还是把最后一个 set 拼完以后，我再一起组装起来。这款，对，这个 set 也已经做完了。这虽然看起来很小，但是它其实还挺有意思的。我们来试一试吧。哒哒哒哒哒，往这儿一跳。哦，看到吗？变叹号了。
然后他要嘿，就是这样啦，聪明的设计啊。那把它组装起来，让他们 make sense。 哇，这是一个漫长的关卡。哦，我把两个沙漠组合融入到我之前的关卡里面了。比如说你已经通关了以后，再比谁吃的金币更多。现在我要来挑战一下，它是有时间限制的，不一定能够通关的。赶紧坐好，趴下来。哎，哦，加30秒，那我还够。好了好了，不玩了，这个我要复位一下啊。哎。哎，差不多得了啊。哦，通关喽！多少钱？22个金币啊，才，还是挺有意思的。作为一个小孩的玩具，怎么帮他把剩下的10几个都卖了？这就是乐高 Super Mario， 它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在这个电子马里奥上面。它当然不仅仅是眼睛和嘴巴，还有胸前有一个显示器，它这个屁股啊，脚底下有一个这个发着光的，它是一个摄像头，它可以识别，比如说这里的条形码呀，是基础的条形码呀，还有其实识别颜色也是可以的，比如说这里，哦，哦。岩浆，红色就是岩浆的部分啊！报警了，报警了，报警了！所以还是蛮神奇的。它背后其实只有两个按钮嘛，一个蓝牙配对的按钮和一个电源开关键，还有一些可爱的语音，还有表情，包括其实像这里的酷力宝，这是基础版里的，这是我买的扩展包里的，他们两个的表情其实是不太一样的。所以，哎呦，睡着啦，睡着啦，马里奥睡着了，醒醒！行了，还有一些这样的很小的互动，我觉得整个都是蛮可爱的，我觉得算是乐高玩具里面比较好玩的一种了。今天的开箱我玩得很开心，虽然我的背拼得特别的痛，但是还是好可爱，这是我的关卡。如果你也买了的话，不妨也分享一下你们这个制作的关卡吧。拜拜 Mario。